农会防抢演练，假抢匪大声喝斥，抢了钱立刻上车落跑。外头警戒远警，除了抓假抢匪，还一箭双雕，抓到了逃逸移工。因为就在距离银行10公尺外的路口，监视器画面中，两名黑衣男子，一个徒步，一个牵着电动机车，看见大批远警，不断心虚回头，接着连滚带爬往前冲刺，牵电动车的跑不快，还差点跌跤，看到警察就落跑，根本心里有鬼。苗栗市农会前上演这一幕防抢演练，大批警力现场戒备，没想到恰恰好两名路过的外籍移工看见警察，心虚狂奔。他是失联的移工，那见大批警力在拦截，以为是要查缉他们，所以心虚，以为自己被盯上，反倒露了馅，引来警察关注，先追再说，当场逮捕。防抢演练顺便抓逃逸移工，得来全部费功夫。记者彭志明、黄孝富、彭欣苗栗报道。